今天将完成两大同盟成员组建。应该昨天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吧？今天晚上不是他走就我走，我的团队必须胜利。你是不是还没有懂这个游戏规则啊？好，那你就跟着我，因为毕竟对吧？那也不是这个。聆听了一下那英，发现他又是有招胜无招的那种。那是一定赢，我说那是指定赢。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。他知道的太多了，这是出了什么事情？那英，我跟你没来啊。所以我们大家嘴巴摆的，这就是一副冠军相啊。小红花数量投放高者。获得锁歌权，这些花足够我们要砸的歌。他放了很多红花在那里，我们没有优势，所以我们又搞了一些动作。小红花，请揭晓。